他告诉你，根据过去的资料到现在分析的结果啊。当然我们人啊都有反省的能力的啊，等到怎么讲，开发现很危险以后，自己会愿意去改变，对不对哈？所以应该还有救啊，没那么悲观啊。这个大小，这个大小我们都估算过了，就是我们根据现场采到的承受体型，如果超过这个大小，也就是超过3.01公分，这个大小，我们会建议现在可以开放采收采集。可是如果小于这个大小，拜托大小不要拿，不要拿，让它慢慢长大，健康的长大。哦，所以你拿到花格的时候，稍微比一下，稍微比一下，哎，比这个大小大。那未来我们会去建议县政府进行有适度的开放，也给我们一些指点跟指教，因为我相信各位乡亲是绝对比我们外来人还要更熟悉这个花格生态。老师还有各位乡亲大家好，会有那么多人来，就是大家非常重视这个花格伦的生态，还有就是也感谢你们的努力。那还有一点就是啊，希望在做这样一个调查的时候，直接学生跟老师直接地线啊，就要跟当地人做接触，是对那个研究会加快加速。我们去看得到很多的错误。不是错误啊，是我们的习惯，因为我们跟你的不一样。是，那我们你刚讲的花格，我们花格的故乡，我们讲的花格以前是讲下面的7.5格，是，而不是上面的花格，我们叫沙瓣。那只是你是字面上的用语，然后我们习惯性，我们当地人是，因为已经6到7年的进展在下方，是，哦，几乎在那个碎石区下方，已经进展6到7年。是。原来我们这几年都没有进采那个沙瓣，我们讲的沙瓣，讲的花，是哦，这个地方是不行，没有在进采，是在这几年都在实施。是，那我们的想法就，我先讲这个部分，就说研究的部分哦，希望团队以后的人说，直接进入跟我们当地的这些做访谈，他比你自己去摸索的时间要快很多，哦，直接在哪个区块，哪个研究部。因为他们常年都在挖，也希望他们最快就希望去保护这个地方，而且后续都没动作，就今天想听听到底怎么回事，就这样子，太不重视生态和环境，是这样的一个研究，是也期待我去开放它的时候，到底出来之后，刚才一期听你讲，在犀牛已经有小的已经生产出来，对对，那是不是能研究到它1年或者2年在尺寸在下面的卡片上？这么大的时候，我们相信都期望着它开放的时候，是什么时候去开放老师的研究，在哪个时间是比较多的时候可以开放？好，陆续的先有个时间，是好，这里尺寸出来了，那时间呢？那把封闭就是几个月采了以后就把它再放，或者1年2年以后再放，对，都是一个细部的一个做法。是，那现在还有就是7.5格，我之前2年我去大陆参观过。他跟我们这边的地形，还有他的研究基地都在大陆，是，所以他是非常大的那个可以放疗的一个基地。嗯，如果说我们是同种，而且同这个，是不是请加速这样一个复育？因为我们来看的话，好像你讲的，我今天才来看，已经零污染，对，在这个环境里面，当然是要取得是品种是相类型的来去拿这样，因为产业的一个复苏，还有。期盼，公寓的期盼都在这里，相信已经支持了6、7年的封闭了，结果你什么都没研究出来，这是我给老师一个建议，是希望这个经验必须要露出来，最少6、7年的期待，你必须要给人家一个交代，不要给人家一点点的期望都没有，做的这个研究有意义，生态的保护在这里，大家都一直帮忙，一直这个维护它，结果到今天才有人去，今天这一场，我剩的时间没有。给另外3名来说一下。那很谢谢大家今天可以来参与这个说明会。那如果有什么意见想要跟我们说的话，随时可以跟我们两个讲。对，那我们希望我们的资料可以提供
个参考。对，那再一次谢谢大家来参加这个说明，谢谢。